因為基本法賦俾我哋嘅權利，基本法27条，香港市民享有遊行、示威、集會嘅自由。基本法第8条，香港現行法律不能與本法有相抵觸，否則就要修改。佢而家係違憲，唔俾我哋去參加遊行示威，呢個係違反咗基本法，以本地立法公安法嚟凌駕基本法，根本係唔尊重國家，亦唔尊重法律。所以咩叫做法治呢？所以我行出嚟，基本法已經賦咗我哋嘅權利啊嘛，我哋係有遊行示威。集會的自由嘛，我使乜驚啊？法律俾你，你都驚，你仲話香港係法治社會？多謝。